如果今天金门没有金九的话，我想今天金门大概没有那么多人会挑起这些是非了。所以今天金门的一切问题就是金九问题。金九问题，我相信是为了我们中国国民党要联合我们县长的当选人，我们的从政同事要来共同改革的地方，我认为。